四，咁我嘅我個名係 Colleen 可蘭，咁我嘅職業咧係一個斜槓族媽媽啦，咁而家要照顧三個小朋友，咁亦都有經營餐廳。今日咧送俾大家唱嘅歌係《繁星》。做什么都不被看好，自问自质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那个可以给我什么法宝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尽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。可在亲友面前提到，亦不会将从前那般吞吐。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，平凡人啊，了我这么一个，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，或是我暗里却拼命想象，谁都可发光，只要找对地方，谁人都可发光，让我热情依然未干，成败与否看我从来没标准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中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让我做我的主角。Thank you。我想问下你咧 ，Colleen， 系，即系我谂可能镜头都有啲人会认得你，咦？原来你曾经系一个歌手嚟噶嘛？你系，咁多年嚟你转咗行啊，成啊。你覺得你自己唱歌進步咗，有冇進步咗？有噶，係嘛？因為咧，我嗱好老實講啊，咁多年我已經唔係好記得你當年嘅唱嘅歌聲，但係我而家就咁嚟聽，你唱歌真係好聽。多謝你噶。咁點解第三屆先走嚟參加？因為咧，我前面第一屆我又啱啱大肚，第二屆我都大肚，所以啱啱呢兩年你而家有幾多個小朋友？而家三個小朋友。Okay、所以今年咧，終於咧，我可以參加啦。呢、這個節目有時就係俾呢啲人個 second chance。冇錯，係啊，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發揮。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